好，下一个问题，他说乳癌初期移动手术割除，是否要做放疗或电疗？癌症的这个缘由就是我前面讲的，因为不通，对不对？然后产生的局部性，然后开始成长茁壮，所以就他这个问题，他局部的已经切除了以后呢，不代表着这个不会再复发，所以在西医里面就告诉你，一定要做电疗或化疗，来巩固可能不会再复发。所以一般的病人他也没有选择太多的选择，因为医生已经这么说，他没有方法，他就进入到这个轨道。但是一做了这个化疗、放疗、电疗，我不知道什么东西。radiation 嘛，反正跟这些 radiation 有关系的都不好。讲到 radiation， 我要讲，我念想到我要跟你们说，现在谁还在用麦克威的？没办法，有啊，那对，我跟你讲哈，对，也没办法。我买个麦克威这边是，你不能说不提供人家麦克威吧？但放这边我是永远不敢用。麦克威的热是怎么出来的知道吧，就是 radiation 的力量啊，把它的这个微粒子中间产生的这种震动冲击，然后产生的热，然后把食物加热，加热只是副产物，但里面组织已经破坏了，所以你吃多了呢都是吃一堆不是食物垃圾，但是这个垃圾它会危害你的身体，因为会有这种不好的物质在里面运转，所以你可以用不需要麦克威，你就不要麦克威，哦，有，但是办公室很难了，办公室也不能放个电锅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很难。有电锅也是铝的，试着去买个小电锅，都没有钢的卖。其实那铝的也是一样有毒啊，没有钢的。没有啊，你们如果办公室可以用电锅，可以啊，你买一个小电锅，对不对？我买了。你就买一个便当放到电锅里嘛。我是这样的呀。啊。但是那个小电锅是你的呀，就是那个劲儿也是你的，汤汁里的便当盒。没有放便当盒。便当盒是铝制的。玻璃的。玻璃的。买个玻璃的。但是那个铝，他们说是蒸出来东西也是有毒的。不会了。那个带毒啊。No， 不是哈，你那个小的内锅对不对？去买一个不锈钢的就好了。有的可以啊，那我们的锅子是不是尽量买玻璃的？最好就是那个有一种是像那种啊，讲到锅子啊，又给你们一个观念哈，你们去买这个不锈钢的锅啊，带个吸铁去，吸铁，看它是不是吸铁，会吸得起来的，你就把它放下去，不要买了，多贵都不要买，那就干脆买玻璃的啊，锅能吸得起来的就不要买。吸不起来，要吸不起来的才是不锈钢。有一些玻璃可以煮的。所以这是顺便一提。啊、然后这个麦克威呢能够少用就少用。啊、我们现在好人互相团结。是不是生命短暂。所以可以不要吃麦克威的食物，就最好不要吃。啊、尤其老美的那些什么麦克威什么爆米花啊。什么麦克威的那个反正快速计时啊，赶快丢掉是吧，千万别用，因为那里面都是毒啊，泡面啊，好，只要有这种用这个其他力去杀死你这个细胞的这种医学疗法，它往往就会让你产生后面无穷的后遗症。有些人他也许做完好了两年三年 OK， 但是我以前讲过哈，癌症复发的病人在五年之内是达到 70%， 所以你不要认为说这个用这些化疗什么疗完就好了，我经常也讲说这个原理是因为它有某种能量在那边运作，对不对？你没有把这个源头找到，你只是在
这个怎么聊怎么聊，他能量还在那里，他能量在那里，他真的要跟你过不去，他还会想方法进到另外一个程度，好、哦，所以你就要有这个心理准备，去把可以去除的尽量不要用就不要用。其实癌症初期啊，最好是什么呢？在你要去医生给你开刀的日期，或者是化疗放疗日期之前呢、啊，应该都还有一个短暂的时间，然后干嘛呢？然后就来找太阳圣德，对吧？然后在那几个礼拜里面呢，如果用这个一些具体的方法，你再回去测这个癌症的指数，如果它真的骤降了，那代表你没有那么回事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讲科学嘛，你本来不是也就是要看它指数会降吗？对不对？那我现在用了一些，它真的降了，那你还要那么急的去做化疗放疗吗？不需要嘛，对不对？嗯。那是不是也看这个人他的德够不够？对，他德不够，他也不会来。他不会。他或来了，看到我笑一笑，出去就耸耸肩说：“什么玩意儿？”就这样子啊。有一些人好像现在很多年纪大的人，他其实一直都很健康，对不对？嗯。到最后都有癌。那是因果。八十几岁，对，然后再来，对，是不是他走之前是就是会病？是。哦。有些人也没有病啊，睡觉就走了。所以可是很多人就是一直很健康，是为什么他死之前就会有癌？你知道哈，人在这个气数已尽的时候啊，他什么都弱了。对吧？前面他的负能量可能还下不了手，对吧？后面那还等你吗？那赶快吧，报道一起下去结案吧。就是要你走，对，就是要你走，对，哦。不过80-90岁应该是正常的，是正常。可是很多人到最后80几岁以后才癌症的，是是，一方面也是身体老旧了嘛，就是营养也不。各方面都 不协调了，不太懂、哦、也有可能、哦、所以他说这个乳癌初期手术割除要不要做放疗电疗，你在可以先不要做之前先赶快用对方法嘛，对不对？你说不找太阳圣德，你只好去看一下那个超级健康密码，对不对？该做的做到了。 我有一个就是算亲戚啊，他得了乳癌跟淋巴癌一起，结果因为他不想开刀，他去到旧金山这边有位老先生是中国大陆来的，帮他治好了，完全治好了，哎，他给他的那些贴的东西都是那些什么青蛙啦，什么那种都是那种很毒的蜘蛛啊、蜈蚣啊，他那一个贴一个什么，他一贴一个那1000块钱，哎。他现在完全好了，是真的，我看到的。那是他有这个福气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吃的东西就完全变，全部吃素，然后每天要他在松树下面坐2个钟头吸松树，然后就贴他的药，是真的好了，是呀，蛮神奇的。这个就是你平常有没有这些服务员？有听过的，有听过，人家真的是找到一个奇怪的治法，然后就。哎，真的，我这个长辈真的治好了。那个医生在旧金山，我还有他电话的。但是他有他福运嘛？张三去治好，李四去不一定。哦，真的，他是专治癌症，他是美国国务院请来的。是。那这个他有这个福报，是，所以他找到他。就像有人算命啊，有些人不得什么病，然后去问算命先生，然后他跟他讲说，你的贵人在东方，对吧？往东方找，什么东南西北贵人在哪里？有时候贵人不显呢、啊，没有显现呢、啊，就在你旁边你也看没看到，就这么回事。那为什么不显呢？因为你没那个福气啊，就是我刚刚讲的，他没那个福气，他就算来了，我看他看我，我也看他不顺眼，他也看我不顺眼，他出去就走了，就这样。啊，所以这有时候还是在太平天国的时候要给自己。储存点福气，对吧？好，
所以这个你平常健康的时候，你就要身心灵都健康，对不对？可以调整的时候赶快调，你不要想说没关系的，反正你这一套法我都知道，等有问题的时候我来调，等问题来的时候你就没机会没体力，时不我与，对吧？什么都没有办法给你去做这方面的时候，你就没辙了。你怎么你多知道多厉害，什么你连呼吸的力量都没有的时候，你说你能做什么？做不了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你要平常有这个观念，多做一点，是吧？你先这个付出耕耘，在你的德库里先存足够的存款，那后面比较好用，去哪里是不是？给小费都容易，是不是？钱不足，小费都是大钱了，是不是？可以让一块讲说，我铜板在哪里，对不对？就这样。